家好，又是我问大师了哇！要问大师，梗系问我问大师了。当然，我们继续看兔子的朋友有多少的星星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四颗星哦，不错哦。那么呢，这个贵人很多啊，只要你心存善念，不要每次为了赚钱赚钱去贪啊，工作做好好，你就会有血了。桃花要小心，不要哦，踏两船啊 ，make sure 好像温歹西江好了你才要啊啊，记得喝多一点水啊，虚火旺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龙，龙怎么样呢？两颗星，不会很好，也不会很差。没有什么很好的吉星，做事情要做好准备，管自己的事，卖给婆去管人家的事，但真不要多多，不要去想我要赚多一点钱。现在的你平安就好，不要太大的压力，人随无过啊，做错了再加油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。做什么事情最重要就是要稳定啊，要好像温大师这样子平平稳稳 OK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轮到蛇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蛇，不错，四颗星哦，虽然它害太岁又犯太岁，但是它很多吉星，很多贵人，注意低调行事，情绪要特别注意一下哦，很容易跟人家冲突哦。对自己最重要呢，平静下来呢，手上拿着好牌啊，才不会给自己砸坏啊。啊，但是好消息，属蛇的朋友可以赚女人钱哦，女人是你的贵星哦，所以去找女人赚钱吧。今年呢，最主要就是要有财运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来到哪里？去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2月13号来到 Gravity 破血料，你找到问大师，你就一定稳大钱了呗。吼吼吼吼，血料。